下面咱们来看一段相当惊险的现场。昨天下午1点多钟啊，在盐城市响水亚邦国际大酒店，一名蜘蛛人就在7楼的外立面清洗作业，固定坐板的绳索突然就断了，蜘蛛人悬在半空中。看看，当时这名蜘蛛人和几名同伴正在给大酒店的外墙清洗，突然他坐着的固定坐板绳索断裂，男子一个机灵，顺势抓住一根保险绳索。一旁的同伴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消防官兵赶到后，在男子的正下方准备了充气垫，同时派出几名有力气的战士在楼顶拼命拽扣系着男子的绳索，随后利用举高云梯车救援。经过近30分钟的救援，男子被拽进了升降斗内。据了解，这起危险事故的发生跟男子违反操作规程，事先没有认真检查相关设备有关。这是万幸啊，我在我们台的办公大楼里边也经常看到那蜘蛛人啊，上上下下清洗玻璃。说真的，真不容易。干他们这一行，基本上就是家里边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。万一要是有人出了事儿，这基本上一个家也就完了。不过这个事儿里边，我觉得啊，还不能只是把责任归咎于个人。你作为企业，对职工的这个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得到位，尤其监管部门得把你监管的关口前移。如果出了事儿，事后再怎么惩治，这解决不了作用的。干他们这个行当的，出不起事儿。